恭喜新年好！希望除夕大家一定要看我们冰冰秀，真的是最适合合家观赏的节目，老少咸宜。对呀、啊，看我们的节目，祝福大家财运旺旺、平安旺旺、健康旺旺、事业旺旺、合家旺旺、冰冰秀旺旺。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对。是，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哈。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本来以为是中午的一个合家观赏的小小的节目，没想到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然后得到我们中视上上下下每一个单位的肯定。所以今年的除夕节目就是由来上过我们节目的高收视群者来参加担纲，那由我们在这儿主持服务大家。你看我们整个布景啊，它还是我们冰冰秀的布景，是，但是呢整个扩大了啊，又有屏幕啊、又有很多的灯光啊、电脑啊，我还以为说未来的冰冰秀能否就用这个规格啊，没有，光是灯光屏幕就要增加20几万，哇哦，有一点负担不了。那我们真期待老板可以允许我们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受到大家肯定了，是，今天又创了新高了、所以真的是要谢谢我们幕前幕后所有的工作团队，大家这么的认真，先给他们热烈掌声鼓励。还有我们今年过年的节目，我们就特别找每一次来的时候收视率都是高收视率者，就来到这里。今年很特别哦，我们用这个大陆有什么《我是歌手》？对，《我是歌手》。那是歌手跟歌手之间的对决。是。我们今天是两队哦，一样的别人有红白啊，对，我们有旺旺队跟冰冰队，然后也是由这些年长的或资深的或年轻的或大家喜欢的所有的歌手艺人们，大家一起来 PK。对，哇，这个节目肯定适合全家大小来收看。对，那过年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守岁，对不对？守岁为了什么呢？让长辈的身体更好、更健康。那长辈喜欢看什么呢？就是喜欢看我们的冰冰秀。请合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精彩的冰冰秀。冰姐，那帮我说一下，这一次两队的队长是不是也是您？是啊，我来介绍哈，哪一位是旺旺队的队长啊？我们是冰冰队，我们冰冰队。哎，你看我，我跟你讲，哎，请你们站过去一点。队长，旺旺队的队长，我来弄卡你。那你忘了，我们会忘了。你们是旺旺队，他们是旺旺队的队长。那你们两位是什么？我是他们助手啊。对啊，一起旺旺啊。你们是旺旺。我告诉你们是旺旺队，三个人就输了一半了。哎，我们冰冰队光冰冰姐一个人就抵三个了，你知道吗？冰队都冰在冰箱里。什么冰在冰箱啊？哇，没礼貌。你知道今天丑八怪来了，丑八怪，我们是华人三冰，你知道吗？是不是？不是有范冰冰，对，李冰冰，还有白冰冰，最先冰的，真的。而且我现在改艺名了，我真的艺人老冰，你要叫做什么？包冰冰，包冰冰，你呢？简冰冰，简冰冰。所以我们冰冰队一定赢，一定赢。那你叫臭冰冰也不错。喂。丑八怪，没有，我告诉你，我们请的来宾才是百年难得一见。是你请了谁？不能讲，不然就知道秘密。没再过没秘密。除夕夜真的欢迎合家大小，大家跟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一起来看我们的节目，相信一定是全家最高兴的。除夕夜可能大家还会一面什么打麻将啊，对，或玩喜巴啦啊。记得这个余光要飘过来我们的节目啊。对对对对，就把电视锁定中视，那就是我们的收视保证，节目最精彩的保证啦。对。